看你缺尾啊。啊？试运转的，试运转啊！试运转。旁边这个白铁的哈，这个是以前西部干线的光华，那现在它是在进厂维修以后。出厂出来一定要重新试运转，那试运转没有问题的，然后就再加入营运这样子，然后隔一段时间都要进厂。所以刚刚你去玉林是老家去拍那个车，刚河床玉林要上，没有，那是大爱。在那个小镇，在那个违规线的，北回归线的，对，本来可以啊，那条线就快北回归线移到五色台地那边去，然后这个就留在这，然后留在北回归。那是不是应该要这样桥过来一点？对，因为刚好倒掉了。对啊，那个线就北回归线应该是在。北回归线是倾斜，整个地球23.5度，这个已经倾斜90度了。对对对，所以看起来不像。这个历经的 N 年的这个台风，我把它叫。你要送过来给瑞穗放的，对吧？或者请司机们，我拿过来去局里面。好，我把那个拿过来。我在这边就放大。还有光发那个时候光和李泉好像。二三层，二三层的。